究竟边个系下一位嘅参赛者呢？有请陈柱辉。Hello。咦，今日好似几轻松下，我见你翘晒脚喺后面咁样啊？系啊，冇嘢啦嘛，我而家冇嘢啦，好翻晒啦。所以以后唔使再问佢嗰啲咩心理状态嘅问题啦。不过今日就要将你嘅千言万语咧喺个台上高讲，究竟你系送俾佢哋啊，抑或送俾你嘅朋友，抑或送俾边个咧？呢一首歌其實係同我嘅自己嘅信仰係有關係嘅，我將呢一首歌送俾我自己教會嘅人。好，將個台交俾你 ，Rex。陳柱輝。咁有一日咧，我嘅朋友咧就帶咗我翻教會。咁喺教會裏面咧，令我認識到好多一啲唔同嘅教友啦。教友裏面嘅呢一份愛，令到我感到係好真同埋真係好實在咯。在这段时间我开始慢慢去改变，在这几年开始慢慢去变，去找回一些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的爱。原来上帝一早是已经透过我的音乐，透过我的人生去告诉我，原来爱情是需要等待和忍耐。在这一刻我都是很相信这一份爱，送给大家，不要惊动爱情。想轻抚你，所以避开你，宁愿用距离去令你好奇，回避过眼神，先偷偷喘气，吩咐手臂放在原地，传闻浪漫太快。爱恋都走得快，才会迟迟未步向你，说一世爱护你。情太过汹涌像深海，而我却会忍耐，但求来日你醒过来，这份情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有相拥别意外，神教会我等待，待情流长细水才去承诺你，那一生兑换爱，能为爱恋学习按耐，情信记进心内，但求能学会依靠神，爱比驯服过更精彩，连地老天荒亦不更改，时间永远等待，等你情愿那天才去承诺你，无止境那份爱。用沉默叫醒爱情，你用期待做你反应，继续行近直至开始爱。多谢。好，咁啊喺呢个时候，我哋要听下评判意见。阿京，即系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咧，我觉得你嘅感情仲系去比较薄咗少少，即系唔够深情。咁呢样嘢又要好多嘢要学嘅，即系譬如你人生阅历啊，你嘅年纪啊，好多嘢嘅。咁所以继续去观摩多啲，睇多啲，留意多啲嘢，咁我可以攞啲感觉，好嘛？连地老天荒亦不更改，时间永远等。57.8分，多谢老师。带着前路永远冲刺。